Hello， 各位小歪，我是阿歪。我之前当狼试过按通讯中断以外的破坏，但感觉效果还是没有通讯中断好耶。如果我按炸弹什么的，好人的任务就做超快。破坏还有八秒。我在餐厅哦。你们在哪里？发一出来了。我在餐厅，我要去泳池那边。你在储物间哈？在那边。海外，海外，你要在哪里的？那我们去储物间的附近。如果我是好人，都会观察狼人按破坏的速度。我在储物间。好，那我过去。如果按的频率很高，那八成就是比较会玩的。储物间只有这个三号，半个好人都没有。好人都跑哪去啦？拿过来！我们不能在这边刀。可是工程师出来了，我觉得在监控室三刀很容易被发现。哎，有好人跑过来了。天敌怎么那么快了？哎呀，尴尬，跟两个好人待在一起，我也到不了哎。那我就先装个好人好了。一开门竟然也是好人，那我的狼队友都去哪了？来按个火灾好了，反正很多人都在左半边，可以去预览室守着。去预览室了。哎，我余光看到这个二号还躲在这边，你还是逃不了被刀的命运啊！预览室没人，那这个肯定是工程师借的。哦，八号在这边帮我守尸了。哎，完蛋，他没有守到。好哦，看来阿歪应该不是狼，因为这个杀人速度真的太慢了。好啦，这边八号应该是在守尸，直接票吧。这边法医只有看到一把脚印，那这个应该不是阿歪刀的，因为阿歪是刚好路过，那就先票八吧。我这边可以保阿歪。因为刚刚在那个储物间的时候，我跟阿歪都被关在里面，然后阿歪都没有刀我，然后我这边应该也会投八号，八号一直在那边绕来绕去，然后都不动，哎，不是不动，就是不去做任务，然后再听阿歪看要跳谁。OK， 我刚跟阿歪还有五号被关在那个储物间那边，他们两个都没刀我，我应该可以保一下他们。然后我刚刚跟五还有六号在那个厨房那边灭火。我们再听听看八号怎么说。我是法医，我本来要过去，然后我跟一号，我跟阿 Y 一起过去，然后四号好像在看脚印，哎，啊不是，四号好像踩在尸体上面吧，然后他看到应该是看到我们两个直接拍吧，然后直接好啦，我这边是第一次玩那个阿 Y 的粉丝场，从头到尾都没有遇到阿 Y， 超奇怪的。我这边工程师先报一下，所以我大概也能保阿 Y。三跟八都跳法医的话，我会比较相信三号啦，因为那时候我原本去预览室要去解火，然后那时候我一进去预览室的时候就已经被工程师解，后来我又走回大厅的时候看到八号在旁边，三号是后来才走过来的，所以三号比较不像是守时的感觉，八号比较像是守时的。哎，讲错，应该四号才对。因为刚刚我们也有在储物间遇到他，也没有刀我。你们有绳子的可以跳一下，然后九号工程。这轮看你们要票谁，我再看要不要跟。哎，我讲错了啦，是四个八号，八号如果七是警长的话，我们就更不能保八了。警长去枪八的话，我就很容易被怀疑了。乖，我可以跟着你们。好啊，哎，你们要去哪里？阿歪，我可以跟着你们。谁是小丑五号吗？七号是我泳池放水。对，泳池放水是小丑五号。陪我去看泳池。走吧。哎，你们要不要先去做任务啊？好好笑，法医都宁愿跟着我走哎、欸。工程师，等一下有通讯中断，我来接。哎呀，现在好人抱团，而且都只用在右半边，我就赶快来按个炸弹吧。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让炸弹爆炸？警长在旁边的话有点危险，他到时候刀了直接被抢。哎呀，被工程师远端解完了。
反正先去找狼队友好了。哎、欸，我的队友把七号给刀了，不错不错。过来手，我刀了。啊，这个四号应该在门外面，让我等一下先把法医给刀掉好了。对。都刀到这个六号。哎呀，这个六号怎么被法医挡刀了呀？阿歪，对不起，你念叨，就是你阿歪还是五号？我等一下听你们讲，因为我直接吓死哎、欸，好像是阿歪吧？好可怕哦！好，那我这边觉得应该是一五双狼啦。那个四号，我这五号，我是五号，我这边是那个小丑，我这边是小丑。然后刚刚真的是阿歪面刀，阿歪直接面刀，然后我吓一个，就是我吓到直接冲进去那个监控室，因为刚刚我差点被杀掉。然后就真，大家相信我，真的是阿歪面刀，阿歪刚直接把他刀掉了。这边全票出一，阿歪面刀，全票出一，然后四是好人，四是好人，阿歪就是狼。哦，我这边，那好，那票一。哎、欸，我本来要刀这个四的、欸，结果四跟六站太近了，我竟然刀到这个六了，真是受不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小丑，你要不要弃票一下？不然我们就弃票一下嘛，这样狼人比较有机会啊。我在想，我要不要大发慈悲，让阿歪再玩一下？他今天都已经没有赶上首播了，我们就对他好一点吧。好了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就票三、啊，不行啦，三双狼啊，先票三，先票三。哎、那個欸，等一下，怎么这样子？先票三，先票三，先票三吧，弃票，先票三啊。要是刚直接把四号刀掉，就很有机会可以栽赃给这个六号哎、欸。没关系，现在我们只要拉到小丑的票就好了。好可怜的猪啊！好了，先把天敌刀掉了，变大逃杀了。阿歪，五号你离我远一点，我会表现刀掉。我这个刀是很滑耶、欸，很容易刀错人呢、欸。不要刀五号哦，不要刀五号。好险，警长已经死了，就是完全没有天敌了。我们就默默的看你那个四号解炸弹。养老院院长，好笑！不要刀五号，不要刀五号。哎、欸，他连炸弹都不解了，是放弃了吗？各位不要为了想上片就故意帮狼人哦，好人还是要帮好人出票，但小丑的话就看你想要帮狼还是帮好人喽。好，阿汪，为什么你找到我？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！